大家好，你最大的恐惧是什么？畏高、惊蜘蛛还是蝙蝠？你又知不知道什么是牙科恐惧症呢？患有牙科恐惧症的儿童对牙科治疗有负面印象和恐惧感。牙科恐惧和焦虑症在儿童中十分普遍。根据研究，这些都是导致产生牙科恐惧的主要原因。这个项目旨在降低学龄前儿童对牙科的恐惧，并促进他们在口腔健康和牙科保健上建立积极态度。我们和香港七间幼稚园合作，为了减轻儿童的牙科恐惧和焦虑，并增强他们接受牙科治疗的合作性，我们为参与项目的幼稚园提供了到校牙科检查和有效无痛的氟法胺银治疗。氟法胺银治疗可用于减缓学童蛀牙恶化。这个牙科检查服务是在学童熟悉的学校环境中进行，我们的团队和老师亦会向学童解释整个牙科检查的过程，这样可以舒缓学童的紧张情绪。在牙科检查期间，我们评估了学童的牙科焦虑程度，我们还会为家长提供口腔健康教育讲座，以提高他们的口腔健康知识和意识。在七间幼稚园中，844名儿童参与了这个项目，当中约有一半学童患有蛀牙，而超过80%的父母同意其子女进行氟法胺银治疗以控制蛀牙情况。大部分儿童在牙科检查期间表现积极，自我评估愉快，表示儿童的牙科恐惧和焦虑程度较低。所有学校和大多数家长都对我们的牙科计划感到满意。简而言之，在校内环境中进行简单且无痛的氟法胺银治疗，可以降低学童对牙科的恐惧和焦虑。大家记得要定期检查牙齿，希望你们都能够拥有健康的笑容啦。